现。它的包装就是这样子。来充我们的行动电源呢、之类，就是那种短线，不想要很长。就是它旁边这次多出来的壳不是一般的透明壳，它是有多装加一个防摔条。空压壳就是有防摔条，所以你手机如果着地的话，摔到的话是摔到这个空压条，不会直接摔到手机的本身。所以你如果装这款空压壳的话，是能保护你手机，不会让手机受伤的。隔筋里面是又是软的。我们这个东西啊，镜面的东西啊，尽量不要用布擦。不要直接这样擦，怕会有刮痕在上面。对。我们就先把手机先装进去，这是两层的分开装。有没有？再来第二层，这里有金的。压一下，压进去。瞧一下位置有没有？有了。再瞧一下。那就 OK 了。它这一款呢、它这个四个边完全是做电高镜头，电高萤幕，一样背面有做电高镜头，所以不管是正摔还是反摔，它都不会伤到正面，也不会伤到背面。所以今天如果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贴半板的玻璃，半板玻璃的话，你装这个壳，就旁边这里就不会外露这一圈，就算是摔到都不会破到面板。